Hello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our channel. Today we're bringing you your daily Honor of Kings esports tournament coverage. This time we will take you to the China tournament where you're watching the King Overlord Entertainment Competition 2024 in Group B. It's a thrilling battle between the current top 1 and top 3 teams. In this tournament, I think we will just follow the top 3 in each group stage, Group A and Group B. So the top 1 is currently in Group A, Edward Gaming, LGD BNBW, and Mammoth Gaming League. And in the Group B, TC Grouping, PSG, and Hero Jojing. While we are waiting for the tournament of KC 2024, gagawa din tayo ng highlight for the Tempest Cup in Cebu, yung sponsor ng McDonald's na si Yasumiya at saka si Berting Magiting yung nag-sa shoutcast. So abangan niyo yan, ladies and gentlemen.异
星这个选手真的是敢打，两次都是闪现甲。一个作战能力，包括一封自己的最终回血，这边给控到一个一星，但一星自己是有控到一个伤员，但是有一个复活甲。大香还是复活甲站了起来，这波超级兵两路全来了，还能守得住吗？红色方这边蓝色方觉得不行，一波准备等下一波再打。哎，这个位置蓝色方有想法呀，这个位置。人来了怎么说，四个人都在这儿，桑起先开跑，先被直接被打了一套定住，但桑起能走掉吗？桑起还是借助自己的小萤火虫飞走了，但是这边敖隐开始在后方输出了，这波想整个花火，但这波花火好像有点可以成功，先秒了一个，但蓝方血线有点不太好，还是要回退一波呀。是的，再不回去的话这水晶就被超级兵给锤掉了，确实你说大小龙兵同时要面临战场，所以说留给红色方的机会不是很多。孙策这边开船了，要准备绕后了，一星大招没有控制，但是没有机会，没有关系，两个开船星全部空掉，这边小庄直接钩子冲上来了，但是后面少轩还有一个疯狂输出的位置，上枪翻滚可以这波，但是被杨玉环拉到了，问题不大，前面还有一个疯狂回血的夏侯惇在那里疯狂跑伤，这边也是恭喜 TCG 拿下本场在队伍前面进行开团以及输出啊，那我们的公孙离和这个火舞呢就在团战边缘去进行一个输出控制一下，火舞率先抢到自己的边线来到边，看到原油之子在偷红，居然在偷自家的红 buff， 那这个能灌什么？肯定灌不了一点，但是蓝色方支援到了，这波怎么说，亚莲也是在跟输出，这边第一滴血成功给到了亚莲，打两个辅助在河道打，两个打野在生活打，现在双方爆发团战了，这边桑子真的非常的惨，而这边王昭君先被辅助火火收下，这边梦琪能走掉吗？梦琪先杀一个王昭君，再杀一个火灵亚，而且这个亚莲直接大招开的直劈对面后排，不禁拿到一手二连击破，虽然这个戈亚并没有带头，但这波红方非常的赚啊！这边关羽也是在草地进行一波蓄力，想要对红方进行下一步的一个冲击，成功收下一个桑起，但这边还有一个不知火舞技能全空了。关羽的走位太要，不知道该怎么去推经济的一个点。对，因为现在公孙离是已经加入正面战场。现在姗姗来迟的关羽怎么说，公司这边亚莲大招想进场，还在输出，亚莲大招直接进去切后排 TCG 常规操作，但这边被关羽推了一下，公司还能不能输出，还可以成功拿下佐利亚人头，这边还在对关羽，还没有来得及输出就被亚莲切掉，现在小人鱼来一个二一强化，一技能给到一手小小控制，但是梦琪黏住了，哎，这边公孙亚和公孙离要回散，在旁边有一个关羽成功杀公孙离，那么对于红方来说这一招是致命的，这边前面还有三个人，佐利亚给戈亚刷的这个大招太关键了，如果刚刚复活能赶回到战场来吗？这波龙还要不要打？这个战场是一个目前来说三打五，哎，但是王昭君被控，这边火舞一闪踢起来四个人，没错，一闪踢来四个人，而且前面是桑起拍一下拍到了，但是火舞这个位置身先士卒，自己没了，王昭君给到一个冰冻，给到准备接完这红 buff， 然后红让戈亚拿了吗？啊，哎，这边让阿丽拿到，哎，阿丽直接大招上来去打，但是这边佐利亚跑的还是非常的快啊，是的，非常敢打，而且桑起这个位置也是一个很高攻击力，敢打的队友被消耗了，我可以这个位置别死就行。哎，这边兵线进塔了，攻进到上路，中路高地塔，那么中路高地塔直接爆破，红色方怎么说还是需要找一波机会攻击，撤退一波，就是要去补一波状态。估计这一波要打一波爆主宰什么低团了，或者说在这边上路高地的第一波团，都是这样。双路兵线全部到了，红方选择直接压塔，这个蓝色还要处理中路的兵线。那么自家兵线到之后，哎，这一波直接控起来，桑起在群里乱飞，马踏一下再劈，怎么说这一波踢到了好多，这边红方已经倒下了两位，但是公孙离还活着。公孙离这个位置血量不是特别健康，但是他在疯狂的点塔，原流之子大
招锤二技能锤，怎么说公孙离拿下二连击破，这波伞还是太精髓了。那就恭喜我们的红色方，这波超级兵又要进来了，恭喜我们的 TCG 红色方 TCG 成功再次拿下。亚联是跟季浩满有一战之力的，没错，我们双方都开始要一击对拼啊。是的，那看起来的话，双方的这个阵容也之后这边双方再次回到中路进行一波兵线处理。不过这边梦奇真的学得很聪明，哎，这边直接到四级瞬间掉保持流辅助。中单宝石流的他也位置来说话，镜确实有点小吃亏，毕竟很多的他们这边先打起来了。先看一下这波镜无限的飞的是在疯狂的刮压力，但是刮不动啊。是的，等一下还是伤害稍微有点低，杨玉环这个节点也是没能够走掉啊。而下路竟然爆发线攻盘很难受啊。哎，这边滑开罚站给到二技能一个解除自身的一个伤害，然后还要打吗？这边连坡的战役在上升，但这边龙坑处有四个人，蓝色方还没有赶过来。是的，但是连坡这边他有可能借但没有想抢的意思啊。这个位置是个海域，哎，狄仁杰怎么说还是拉到了自家的一个辅助位置，但辅助在这里感觉走不掉了呀，开了一个霸体，哎，自家的一个 AD 辅助还是没跑路。因为连坡是被梦奇蹲了一个落点，杨玉环过来了，杨玉环过来说明什么？说明镜也在附近，所以说红色方四个人全员后面长得眼一样，直接往后撤了。这一波镜怎么镜冲上来了？直接冲，但是刮到一个梦奇这个点位打不动啊。他原本是想冲海月，但是海月一个闪现叫做非常的果断，这边拉回来连坡，但是连坡大招霸体停了，拍起来五个人，但是后面后期输出呢没有跟上输出，这边镜的伤害不够，敌人金刚也是在上路赶不下来，没有办法，这边海月还将金角满了二路换血，但是在幻境里面好像打不过金角满。是啊，幻境里面金角满还是蛮猛的，但是成功接下来的海月大招也是成功开起来。鲁班大师怎么说这波能变说法？从侧翼，哎，没有，但是他不想打这个团，他还是想推一个塔。但是这边红色方感觉要顺手去打龙了，连坡还有一个惩戒，能不能抢下来？成功抢到了，拿到一手关键抢夺，这一手非常的舒服呀。红色方掉一个塔的同时，这条龙。看一下这一波想要动手吗？这波幻境里面是姬小满和海月在打，但是海月上一波拉姬小满其实已经是胜负已分了，这波还是在拉。哎，这波杨玉环有点难受，蓝乔一直在说杨玉环大招开起来，但是蓝色方其他人呢，这边镜冲上来打了鲁班七号，鲁班七号能秒掉吗？被拍起来了，接着跟上输出，暂时没有杀掉。哎，不对，姬小满这边二级放上去，直接输掉鲁班七号。暴君，但是鲁班七号被掉了。是的，鲁班七号被掉了，但是换到了对面的中路。哎，这边姬小满还想打，姬小满的战意非常浓烈。这边鲁班大师一个大招被打断了。那后面还跟着一个自家的 AD， 怎么说？这波不太敢上。这边还是做到一手破晓，现在狄仁杰的战力还是非常强的。目前来说，哎，这边疯狂输出黄金发牌员给到梦奇电刀的攻击特效，加上这个，哎，想梦奇想要入场，但是想撞狄仁杰，但是狄仁杰位置拉得非常好，这一波海月又拉了一个人进去，但是狄仁杰在后面在外面疯狂输出。这个亚联刚刚大招已经交过了，但是大招 CD 又转好了，来到塔下，这波狄仁杰二技能解一波控制，亚联闪现跟进，但狄仁杰也有闪。镜还要打吗？镜这边还想去打，这边追海月，把海月闪现劈了出来，但是自己大招也开出来，还能继续追吗？能杀掉吗？但是没有杀掉。红色方其他队友已经到了西东路西亚，那这边姬小满这个位置一个霸体躲掉鲁班大师的链子，非常出色。对的，而且狄仁杰这边也是有一个手短的一个小劣势。是的，现在暴君又刷新了，这边红色准备想快速抓掉这条龙。哎，这边姬小满和镜想偷塔吗？这是感觉是想要被拉走吗？还姬小满又被拉进去了，
吉小板说，哎，这边技能能走掉吗？技能走掉吗？可以。杨玉环给到一个极限的一个奶，但是吉小板走不掉的，五个人给包抄了。居然有一个亚联直接开大去找这个第一个手的位置，这边开到一个，但是对面的梦旭直接粘上来，狄仁杰闪现拉开位置，根本没有输出空间啊。这波非常的难受，只能回复一波状态。镜现在状态是满的，但是他如果想切这个完切号也是稍微有点困难，不好切啊，太难切了，不给机会啊。而这边只能是选择一路兵线放掉高地。没错，今天这个还在日军之战，红方是他的一个 AOE 伤害，包括这个扫射是很难受的，我感觉并不是特别成功啊。那这边狄仁杰这个位置有点危险，位置非常的危险，但是梦奇不在就还好啊，这边还是在疯狂输出给大。但是这边状态点掉了，镜被拉了进去，镜被拉了进去。哎呀，还是想要去，哎，飞雷神怎么说？哎，出来之后能，哎，出来之后瞬间被融化。被海月带走了，剩下三个没有战力的挂件会怎么样呢？看一看姬小满能不能创造什么奇迹，能不能把兵线清掉了？这样一个大大的超级兵，而姬小满呢，现在在满地图的被梦奇追着跑。是的，那么我们的兵线即将进入蓝色方的水晶，那么这波蓝色方能不能守掉呢？啊，这波感觉是守不住了，掉了呀。那就恭喜南京黑曜九镜在2-0的比分情况下扳回一分。嗯，对的。那先看一看这一波的召唤师技能的选择吧，会不会出来一个宝石流，让我们来教你打宝石流呢？还是说一个正常的召唤师技能出现？那我觉得南京黑曜这边的打斯密常规打法确实这样的，在我们这边三龙魂闪现走掉了，闪现想跑掉，然后吃了个血包，想要反打一波吗？这边血了都不见了，但是都没有打掉。这边小神龙还有想法，但这个位置有一点危险。炸弹猫直接一个二闪冲上来，一个翻滚炸掉敖隐之后，但是啊，现在上路又要开始了，直接大招直接闪现过来加技能，直接顺滑。是的，这边开始动龙了，四分钟时间一到，直接开始动龙。而这边白起杀下来是赶不到了，龙瞬间被大司命收下。为什么？但是大招直接一块打中三个人，这个大招。这边白起大招扣上去，这边之后孙尚香不交进化直接走。但是蓝色方的队友到了这波大桥是在后方给到一个远程的攻击。而且让对面的 AD 位置是残血回家，这波红熊猫节奏打得非常好，这边嘲讽给上，后面输出能不能有？原来质子还在喷，哎，这波喷不了了，又是大乔就给变成走，小红龙这个视野，蓝色方的这个位置好像并不太好呀。小包草草这边草草瞬间被嘲讽，瞬间被秒掉。是的，但是大乔这个位置也是走的太过深了，被赶过来的大司命成功带走，但是这个位置感觉香香和。小明也走不掉了，马上还再出二连击过程功，想要去进行这么一个操作，但是呢，就那么一瞬间，大司命从一个30%的血瞬间飙到80%。是的，而且比如说五角星，比如说啊，来看到这边，香香给到一个这个给到一个大乔一个 poke， 但香香目前血量不是很健康，白起冲上去了，后面源流之子还在喷，小青龙怎么说？现在来到这边，马超直接进场了，在后排已经戳了半天了。那么这边马超血量不是很健康，配合这个防御塔的伤害成功带走。那么现在红龙王是各追各的人。是的，分散了，就有人在往上路追，有人在往中路追。如果是追同一波人，可能就抓到了。是的，之前曹操这个位置可能走不掉了。但是，很可惜啊，瞬间被一个大招嘲讽掉，直接就倒下。但是这边链子又开始了，能不能再来个三角形？大司命又签了，真的三角形出现了。哎，是的，大司命这个点怎么说？看到一个曹老板先去戳曹老板，哇，这个选择很舒服。那看蓝色方怎么去处理呢？瞬间被融掉了，直接没了。那这边马超直接跨越高地和水晶要去戳沈梦溪，但是沈梦溪还是借助自己的大招击飞了三个人，但是自家位置有点散。哎，这边白起嘲讽到了小明，能先秒小明没有秒掉。那这边大司命要跟上输出，还想继续打吗？大招要不要做？弹幕给到一个还是很难受的，这边白起的电梯回去，等会儿又要回来了，马超还在戳啊，白起并没有选择做电梯回。
连全场的血量非常的惨，马超还敢戳吗？能不能追上继续戳？马超这边，好，但是下路四个人已经全到了，那这样马超又没人管了，马超进对面高地进得很舒服啊，直接捏着水晶就来了，直接戳进来了。但是这边正面战场是大四面先收一个白起，敖影先拆了塔之后，马超在疯狂的戳，能收掉吗？差一点点收掉大四命，但是这一波三路高地全都告破。是的，这波其实我感觉我们刚刚并没有出伤。哎，但是这边敖影的位置是成功在四血的时候拍出来一个大招，然后我刚刚的思路也不是我这一波就要完成进攻，我这波破你两个高地就是很痛的。哎，但是小猪这位置还是低估了一个三枪伤害啊，还很痛的。包括其实远东之子现在伤害也是有点位。香香率先动手，蓝色王们能跟 Hero 先动手了 ，TCG 反而是一个后动手的情况。这边惩戒是谁的？惩戒被白起抢到了，剩下一个龙，然后做电视剧。这边马超在偷家了。是的，马超这个位置。哎，没有偷家，选择大招传送过来，选打团。对，这边这个大小已经融化了，而且这个白起跟爷爷已经没了，现在是4-3，3-2。这边马超要偷家去了，马超快来！这边沈墨姬开着二技能来，但是还是回防太快了。大招的大招全走了，好难受啊！但是这个位置五个人又包了过来，但是虽然上输出非常高，率先剩下一个轮流之子，但是自己也被白起带走了。后面小青龙还可以输出，但是位置稍微有点远。三轮猫跟两个远程炮火，但是超级兵已经到了，进入水晶了面前。那我们的红色方怎么说？这波蓝方清线清的还是非常快的，主要还有最后一个远程兵还是被收下了，但是大龙全都来了，大龙兵线到了，这波蓝方好难受啊！马超直接冲着水晶就开始戳了，再 A 加水晶就直接结束了，让我们恭喜 TCG。